耶，科比。哎，哇，加一下明显。慈善车啊，回娘家检查一下，健康检查，有水吧检查一下。好啦，很健康，是，对吧？多几公里了？应该有3000了。三千而已啊，甚至还没啊。三千就是他跑个步而已啊，对吧？三千公里，你看三千公尺，哦，不干公尺好不好？哦，不干，两个月3000公里了，哎，没办法，无力亏，对。哦，好了。所以我现在这一台只敢开到110再上去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看得到我自己耶。小米。新的啊。对，新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穿这个。穿什么？上次小鸭是屁股嘛。对啊。这次要把它大灯也要熏一熏。啊，因为小鸭那一台为什么没用？因为它前面本来是熏黑的，啊，这白哦，就困了呢。熏一下的话，卖上乌啦，还叫龟头的嘛，有头嘛有尾啊，尾嘛有头啊，你无赶快切啊，差不多啦，反正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。啊，上次去带加挂，你敢有提你的车顶？啊，未啦，你不是要叫一支哦？我会使安尼哦，左边、右边、上面、下面，你讲哇，好想看，好想看啊！你买来我就装，对啊。钢管嘛，先给它包起来，然后我来开钢管。它那个喷漆是哪一种喷漆？我要喷那种喷漆的，不是那种磨的。那天不是有尝试过，喷漆比较漂亮。欸、啊，一样啊，喷漆就是要包啊。很像，喷漆也会掉。喷漆比较不会啦。我的下巴都快掉了。下巴、啊？我车的下巴。差不多了吧，我损过啊，时间到就落去啊。你要换车，我的第六感了、啊。你的第六感？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下期的乐透？说话吗？科比大神救救我！我知道，我就自己去签了，就不用那么纠结了，对不对？320早就买了，所以是一样嘛，把它包起来了。你要忘记包给他后了，就是刚刚磨大灯的艺术款了，还包好后啊。哎，这台车是不是去改色？对，哎，不拿什么色，红色，棕色啊，棕色你听不？我知，知哦，我知。我觉得最近这最厉害的就是棕色，无限上纲。拆不出来的颜色，然后写棕色就对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不拆下来用喷的就好？可以啊，可是要拆保险杆啊，这个要下来啊。你以为是 Focus 哦？他们就包一下就好了啊。好啦，你刚刚讲了嘛，大家要 DIY 就很不一定大家都能够拆保险杆。对啊。啊，这个验车验过熏黑以后。应该没差，它只要有亮就好了。验车不是验你灯光有没有亮？讲是这样讲啊，那他管我用 LED 还是？可是这样就不行啊。HID 对啊，那我就觉得很烦啊，烦你的博尔兰鬼。我是看像那个小鸭用起来还蛮漂亮。啊，你不是讲条纹不好看？哪个条纹？小鸭。那是附和你的嘞。附和我。哇，许久不见的两张。对啊。用的量不一样，没有啊，上一集就有啦。上一集你没有用吗？有啊，我在插仙草，你忘记了。就是有不会咬伤这个表面吗？不会啊。喷灯材料。好、哦，使用前一样要摇一摇，使用前摇一摇。摇一摇。挡麻油，能量摇99下。好，开始算了。好。没有，我会补了哦。这样，你不要，对呀、啊，你要拔草车风向，你要停在上风处，一样嘛，先喷，压一下那个距离，是吧？我记得上一次喷要喷蛮厚的啊。这个就按就好。你以前喷不是这样吗？你这个，因为它大块，这是大平面的，所以要不能。一个，哦，他会老皮，老皮，老皮，按照大呀。哦，
我喷铝圈才会这样喷嘛，铝圈是它有里面跟外面，嗯，所以一般吃里面那一个角，先把里面的三角形弄出来，嗯，啊，这是平面的，所以就整块用力给它喷下去就对了。对啊，啊，可是也不能一次太厚了。哎，科比，阿杰，用吹风机跟用热风枪跟有什么所讲？热风枪就是较烧嘛。对啊，这个每一个家庭都有嘛，啊，热风枪不一定大家都有啊。所以这个是垂手可得的，嗯，哇，又光它低毛，我这是低层而已啦，好像有，还不错，不错觉呢，无聊树一样啊，你在公关错觉，嗯，对吧？可以多卖十万，多卖十万，哇，后面有一个比我还黑。其实我后来发现，它原本会雾化，外面有一层像膜一样，会都掉了，它会这样。它所以喷了，其实它也比较不会雾化。对啊，就会保护那一层不会掉，就不会黄掉了。那那一层是什么？类似像金铝或是一个像镀膜一样镀在上面。啊，保护亚克力的吧，我觉得不错啊。早知道我的大灯就不要换了，不要换，喷这个喷上去就感觉就变新的。你这钢皮，哦哎，那广就暗了。我现在喷两层了，再喷。记得要平均哦，均匀在上面。下面这腿没老平，我不就高的嘞，看起来就高的啊。老平就是安尼啊，我用你看，就是对吧？哦，多才会啊，近也会。哦，你这样远距离不会，你看你近才会啊，你看一下子就有了。啊，你喷的时候就要修杂一下啦。好，一颗就好了。一颗啊，这样才明显啊。顺便弄一弄，对不对？你个人看啊，看你要两颗这样，还是要两颗都这样？一样啊，没有我，人家我偷了走啊，你给他整下哎。对啊，这个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真的，这喷掉应该嘛是看有吧？这个小块当初去撸掉吧？没有，怎么办？要抹大灯。哦哦，哎，有啥呀？好了，我们先抹一下好了啦。好，阿雷，跳跳，砰！哎，回来了，那大灯好了。你是换一颗日日啊？没有啦，就磨一下就好了。其实都是，对啊，可能转角太快去擦伤而已。嗯，对啊，因为它亚克力有个厚度嘛。对啊，稍微刮伤泡一泡弄一弄就好了。好，继续包，继续要包日日。灌这样。几百块一颗就没了。可是换角度想，啊，你换一颗要多少钱？因为换的时候你，你如果这种灯啊，你把它换成里面这个是黑的，就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对啊。我把自己喷暖了，不要浪费。因为我怕像铁热式有没有快没的时候啊，它喷出来会颗粒很大，我就要小心。我的妈呀！不要硬喷，我怕它一点点这样出来是颗粒很大很大，哦，就很麻烦。有捞拼了，对吧？不要，哦，我知道你的手速了，没有，哈哈哈没有，我在摇啊。所以网友有没有？你两颗就买两罐就好了，一颗就大概把一罐喷快完了，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就喷清了。你喷这样就够了，不够了啊？麻烦就是前置作业而已。对啊，包要包好而已啊。哇，新的给我本的，我一小时了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那，啊，我开灯好了，来哦，嗯，小灯、大灯、圆灯，全亮。其实 OK 啦，可是这边好像比较淡一点。对，我马上来看看。这边它比较淡一点。好。好了，一定了，就这样。你们记得看哦，黑的都看哦，看哦，到完全拢看不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高高的。啊，他说整个都看不进去，哦，一样的，一样，都一样的，对，都是黑的。还要等到自然风干。黑屋呢？这边刚刚看欧啊。哇！你自己觉得？我刚刚看欧啊，我要修粉了。喷一层薄薄的就好了。你刚刚喷好像喷太多，你喷的那个没清楚。啊，可能不会被禁的。
差不多两公分完了。哇，你到高没见面吗？喷完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刚好两罐。哇，这欧呀，警察都要供哎，搞不了。我们就直接拿出铁盒试就好了。它、啊、那个喷轮框啊，不是有一种是膜的吗？哦，有啊。反正你要喷绿色、黄色，什么都可以喷啊。一样就喷上去啊，到时候你不要，那可是要给它喷厚一点。那个是要喷很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厚啊，你要厚度啊，你才可以撕，你太薄撕不起啊。撕不起。好了，注意啊。哇。还没拿。拆起来了，拆起来了。好，刚打开的嘛。哈哈。太夸张。这边够啊，够够。我跟你讲，灯光也关了。好需要。我不要被你骗了。对吗？滑掉，滑掉，看才有感觉。是我戴安安的呢哈。对啊，稍微有一点红。我没有骗你吧？那边比较黑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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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觉，你错。我错觉是。我盖起来你就知道了。但盖起来就全黑了。拢柜台拢乌的，目睭嘞，你要不要开个灯？好了，结束了。这样可以加十万吗？不用了，来买此车，请科比喝饮料。三千就好。喝饮料的，请大家喝饮料。科比加持过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科比特仕版吧？哦，对，要三万。哦，好有够。哇塞！哇，这个这只能远看。是啊。帅车是不能太接近看的。好了，今天分享这个就 DIY， 这个很快速嘛，就包一下。哦。啊、表面要擦干净一样的，什么要处理都是擦干净的嘛，对的，就擦干净就直接可以上了，哦，算最简单的啊。为什么要把它打开？里面才会那个，打开包一下，报纸应该很多吧？对啊，嗯，就包一下哈。啊，自己左右哈，你们自己喷的时候就是很简单了，更简单就是一罐一罐喷左边，一罐喷右边就好了，哦，对啊，对，就不要混合用了，这样比较简单，这样比较单纯。你把那一罐喷完就好了，啊，那一罐喷完就好了，哦，这样对哦。对啊，剩下的给泰山喷，对啊，好，剩下的要给我，没关系。对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，就是一个 DIY 的大灯。那这样子喷一喷就多三万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用啦，没那么好赚的，特仕一万五就好了，一万五。对啊，对啊，你都会打折嘞。我自动打折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人家所以人家才会记住我啊，对啊，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，帮我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这样子要不要给阿伯啊，哦，所以还可以加价卖哦，还可以啊，对啊，这样，好，要买要快哦 ，OK， 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哎，那下次我们拍个交车游记好了，交过了，交过了，没有啊，我跟你啊，搞不好我们两个配置度还不错。会蹦出什么的火花？对啊，對啊，爱的火花，哦，好朋友是不是？对啊，有点想看。南部比较好嘞，南部八角椅嘞，北部也有好不好？没看过啊，怎么会没看过？你没去啊？你没有去？你确定这个内容可以播吗？我给你也卡掉了，我不会卡掉。哇，哦，这么有趣啊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啊，我们去开车嘛，人家去取跑步嘛。我们回家，嗯，啊，我们几个蓝冰箱就睡一间，隔天啊起来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一个那个一对夫妻就住一个房间，啊，带个小孩，嗯，啊，里面真的有芭蕉椅，嗯，小猫问说，哎，爸，这个是干嘛的？你要怎么回答？人家回得很妙，那是大人在做运动用的，小朋友长大就知道了。哦，有没有回得很好啊？没办法，哦，如果是我就，哎，我们在被他赢了，啊，你不会啊，哦？我把事给你看，没有啊，把事给你看。现在先教好啊，以后才不会错误的姿势，然后造成运动伤害这样。孩子的教育不能等，不能等，看小市场。